这里写上去，就是整本参考书啦。整本参考书的厚度五分之二是国语，再来这里写上去，又没讲又是什么？对，全部的。地理占全部的八分之一。再来，自然占对全部的。糟糕，怎么都是全部的啊？糟糕，分母都不一样啊！糟糕，缺乏都不一样。怎么办？糟蛋了，怎么办？怎么办？哦，都全部的啊！啊，怎么分母都不一样？怎么切都不一样？怎么办？通分母啦。所以呢？全部怎样？重新切嘛。可以分八份，可以分五份，分四份，可以分五份，分四份，分八份，分六份。那本来一共几小份，才可以分成这么多大份？120。啊，所以找什么？最小归数详细五四八。六，所以总共好，重新现在变成120小份，所以原本是120小份，懂不懂？懂不懂？记住哦，一定要120小份才可以去分成五份、四份、八份、六份，懂不懂啦？懂不懂啊？所以来开始了，来国语，国语嘞，国文嘞。怎么会是五分之二？人家不是本来是120份吗？表示你拿了48约分才叫五分之二嘛，会不会了？懂不懂？所以国语有48小份。再来，历史你也会了，还是你要画图？真的画120个？啊，对呀、啊。好，国语历史四分之一。可是原来是120份啊，他拿多少才会变四分之一？30。对，地理多少？自然、数学不会哦，120怎样？国语、历史、地理、自然，所以呢，50、50、50、100扣掉20、20跟8、12，收工了。哪里不懂？啊，你跟我讲数学一共几页啊？哎，那我算错了，我算错了，这里多少哈？20、50、50、50是33，七小份，七小份。好，啊，数学总共几页？啊，28是七小份，所以每一小份四页，会不会了？啊，整本书嘞，所以等于耶、yeah, 480算完，难吗？难不难？记起来，不要各自切啊！不要各自切，听得懂了？好，所以可以分五份、六份、八份，四五六啊，到底懂不懂啦？到底懂不懂？懂吼？好，下一题一样，不难，自己写。
要加字，要加字，加在哪？加字加在哪？对对对，五分之一的前面。对，全体的。好，还要加字。十分之三前面，全体的。还要加字。四分之前面加字，全体的。好。剩下的自己来。再来，宇博，你跟我讲，原本是几小份？全体要分几小份？错。你最小公倍数不会算吼，六五十是最小公倍数，这个你不会吼。四个不能换三个，三个不能换两个，一个一个少，一个一个除，所以四个不能一起除，那就除三个，除三个用偶数二，三五五二，再来三个不能一起除，那就换两个，用五，所以等于三一一二，所以全部不能一起除了，全部乘，所以呢全部六十。唯独，所以原本是分几小份才对？六十，对。所以记起来不是六分之一，应该是六十。所以记起来四个班，四个班应该都要讲六十，六十懂不懂？懂吼，只是他约分了，约分了。所以呢，一班、二班、三班，多少？十八，四班，十五，对，好，那五班。对，减掉各自的小格子，好，所以等于五，啊，所以五班几个人？所以一份，所以总共六六，总共，对的举手，一半，手放，太快了哈，再来。一二，还有几题？啊，怎么那么多啊？哦，最讨厌就是这样子，然后跟赶火车一样。我以前我妹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赶吗？我们从草屯嘛，就草屯开车子开到那个台中清泉岗，本来要坐飞机，结果那天起大雾。那个政府那么死脑筋，以前在水南，你知道水南是在城市，所以城市的话它不会起雾。结果呢，它搬到清泉岗之后，它有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起雾。结果它就起雾了，起雾飞机就不能飞嘛，能见度不高嘛，不能飞。啊，不能飞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因为它隔天就要嫁人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它明天就要嫁人啦、啊。所有的客人都请了嘞，你懂意思吗？
他们金门，他们要飞去金门嘛，他们一共办了三次，办了三次宴会，早中中午晚上，然后还有前一天先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要跟他们整个家族的人先吃就对了，啊，所以啊隔天的话中午宴客一次，晚上又宴客一次，所以我们一共吃了两次一样的那个一样的菜，然后呢，然后那天我们起雾就飞不了嘛，啊，我们就从早上的八点等到十二点。哪有船从台湾到那个南投哪里船啊，结果就来不及嘛，哎，结果就一直起雾嘛，不行，再这样下去的话会来不及，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就全部往什么去，就我去高雄一定不会起雾啊，对啊，啊高雄一定不会起雾，小港机场一定不会起雾嘛，所以我们就开始搭计程车，拦计程车啊，所以全部浩浩荡荡，全部几个九个大人，七个小孩，然后女人家全部握着小孩子嘛，牵着带着小孩，就重的东西，你知道我一手提什么？一手提三套那个婚纱，所以那个箱子我跟你讲很重，我保证跟你一个人一样重，我一个人这样子手一只手扛着，然后一只手扛着那个米糕，那个米糕嘛，两个都是最重的，只有我扛嘛，然后。我搬的时候就搭那个计程车，你知道吗？全部都叫计程车，大概六辆还是五辆，忘记了，全部上计程车嘛。计程车就坐，赶到乌日的那个高铁站，坐高铁，然后高铁又什么？高铁直接坐高铁直接到高雄，高雄再坐捷运到那个小港机场，再从小港机场搭最后一班飞机飞到金门。对，所以那一天我刚好什么？你看我捷运也坐了，飞机也坐了，计程车也坐了。高铁也坐了，我只剩一个东西没坐，那个叫船，我只剩船没坐到，我那一天什么都坐了，然后我那边一天扛，扛到后来到了那个上了飞机，衣服整个都是湿的，还没干，你就知道多累。对啊，哦，那我永远记住，我从来没有办过一次，没有参加过人家婚礼那么辛苦的，就是那一次超累，扛到后来那个婚纱的那个大盒子，你知道吗？那个手把那个手提那地方已经快断了。对啊，好重哦，那婚纱好重，什么东西全部都刷卡呢，高铁我们刷卡，然后你对那时候花很多啊，那时候花很多。再来，哎，飞机还好，因为我妹她是空姐，啊，所以他们我们在搭那个飞机票有优惠，然后我们还像我们去清泉岗还可以去他们那个长荣的那个职员室坐着休息，我们不用在外面坐着休息，我们在里面坐着休息。对啊，那个开飞机不行，那个小飞机可以啊，只是小飞机可以，因为只要是机组员的话，他是不用坐，可是你要坐的是他们空服员坐的小板凳而已。对啊，他们有特殊的小板凳，对啊，不用钱的。这样，再来，第十一，哦，超赶的，第十一页，快点，来加字。对，写上去，全部的。好，全部的。以前有个国王，你知道吗？他就要找他的三个儿子，然后呢要传位置给他们，然后呢就给他一笔钱，然后他考验哪一个小孩子是最有智慧的，然后他就跟他讲说，皇宫的后面有一个小仓库，你们呢，我给你们一笔钱，这笔钱呢你们看看你要花多少都随便你，花光光也没关系，可是要把这个仓库塞满满。结果呢这三个王子呢就出门去了。就老大很快就回来，你知道他买什么吗？他买了很多木头，木头很便宜嘛，就塞满整个仓库，就叫那个国王来看，爸爸你看我多厉害，才花多少钱而已，才花你三分之一，所以我就把整个木头塞满整个房间。结果呢没多久你知道吗，那个老大以为他可以做国王很高兴，老二回来了，结果呢又把他塞满，把他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塞换塞他的，他花了更少钱，他花四分之一的钱，他塞了稻草不值钱啊，对不对？
所以他花的钱很少，塞满满了。结果呢，所以老二呢，老二更高兴，老二以为自己稳当国王了，很高兴。结果呢，就什么，老三又回来了。因为老三是最有智慧的，他花的根本他才花了几毛钱而已，他用蜡烛，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光线，对啊，那不是啦。好，那我再讲一个，从前有个国王嘛，从前有个国王，他身边有个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将军，就是武力高强就对了，对不对？哎，又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军师，你知道吗？结果呢，他就叫他们两个过来了。就我就跟那个什么，跟他们俩说，你看池子里面数一下到底有几颗橘子浮起来，结果呢就数一二三四五六六颗，那个将军呢一数就知道，六颗啊，多简单啊。啊，结果呢，因为那个国王呢，那个国王他要选继位，就是继位的人，所以，他要派一件重要工作，可是他又怕他的手下在那里争权夺利，你们要抢功，你知道吗？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方法来测验他们，也让他们各自知道自己的能力。结果呢，结果就问那个问另外一个那个军师嘛，结果呢就问军师说几个，你知道吗？那军师就把自己的裤子撩起来，就走下去了。结果呢就把橘子捡起来，原来只有三颗，因为每一颗都被切半丢进去。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 不代表就是真相，你看到不一定是真的，懂吼？啊，所以你们看题目一定要仔细啦，知道吼？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将军都以为自己眼睛看的就是对的，就跟你们有时候看到新闻，还看到一些都以为对，像你们光华，你们这次考那个平行四边形那个题面积那个，记起来，你永远要怀疑别人讲的是不是对，你看到的是不是对，你懂吗？翻开第十一页，来看第十一页了，来看了啦，看了。妈妈买了桃子，对不对？买了桃子之后要分给三个儿子，对不对？啊，请问你了啊，所以呢，他买的桃子固定就是这么多啊，就是这么多，不会变啊。已经买回家就是这么多，听得懂吗？可是呢，妈妈很奇怪，你看哦，给老大是七分之三，给老二是五分之一啊，所以呢，他把全部的桃子竟然可以分成七份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分七份，然后呢，这两份给谁？给老大，对不对？啊，三份呀，好，待会再改。哎，再来呢，也可以怎样？妈妈买的桃子也可以怎样？也可以分成五份呢，一二三四五，分五份，然后呢，一份给谁？给老二哎。哎，妈妈到底要怎么分？妈妈到底要怎么分？分五份成35。你去想嘛，多少桃子才可以分给七个？分七份，分七等份也可以分五等份。啊，所以你找的数字是不是七跟五的什么？对，所以你要去想妈妈怎么分，会不会了？会了哈。啊，所以呢，妈妈，哎，可是你35是把它当成是桃子，还是当成是把桃子分成35小份？应该分35小份才对哦。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哈？昨天。你看分母，你要先去找妈妈到底是分成几小份？哎，这个东西是约分之后变成大份的，懂不懂？懂不懂？所以你要先去找妈妈分的小份，会不会了？会哦。啊，所以呢，妈妈全部分成几小份？三个，这么惨哦。35小份啊，所以呢75 35，所以吗？所以来看到桃子全部分成35小份，会不会了？那我请问你了，那老大呢？老大本来拿多少？7/3，对不对？啊，七分之三呢？4/4小份，哎，对，35/15，啊，所以呢他占了15小份。那，啊，再来老二呢？拿5/1，所以就是35小份里面的7小份，所以呢，
知道了。再来，老三呢？剩的都给他嘛，所以三十五减老大的，减老二的，所以最后小弟的多少？十三小份。那请问你了，比一下，他跟你讲老二跟老三呢？老二跟老三呢？哦，错，老大老二两个比老三多几个？啊，所以请问你，他们老大老二，老大老二一共拿了？啊，你这样一比呢，多拿几份？9份。啊，多九份的话，刚好多几个？9个。啊，所以呢，这里多、哦。多九份啊，所以九份等于9个啊，所以呢一份一个啊，所以全部呢，所以35个收工，写上。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慢慢画。总有一天你会碰到鬼。如果这个很大呢？如果这个九，这个八呢？你能？也可以啦，因为你也不叫全，你也不叫画啊，因为你里面都是用写的。用数字的、啊、也可以啦。可是你算是尽量写完整，画图只是帮你懂，可是你还最后还是要写成算式啊。要去找每一份多少啦。你们在画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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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做切格子，切格子，所以切格子一定要找一格一格一格多少，一格多少啊？啊，所以记起来一件事情，同一个地方，就是这么多，这么多桃子就是这么多，你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你有多少桃子就是我有多少桃子，记起来哦，一样多，可是注意看了，各自分的时候注意听了，各自分七份，分五份，分七份，分五份，那实际上是可以分成一起分几份才对，懂不懂了啊？所以记起来，我刚刚讲过一开始怎样，我刚刚讲什么啊？我们要找出一句话最好背的啊，啊，同一个地方，我刚刚是不是讲同一个地方？一开始。一样多还是讲同样的地方？一样多啊，所以记起来一样多，各自切，记起来。当你各自切的时候，记起来一样多的地方，你要切一样多格子啦，听得懂的？所以你不能各自切，你不能切你的七份，我的五份，所以各自切不能各自切哦。所以我们要统一啊，所以一起切几份才对。对，35小份才对，听得懂了啊？所以呢，这里本来有1、2、3、4、5、6、7啊，七本来是七个大份的，现在变成35份呢，重新切成35小份呢，那再切怎样？5份，再来呢？五，再来五份，切五小格，会不会了？那下面5大格就变成七小格。会不会了？那请问你上面几小格？本来几大格？7小格。各切几小格？5小格。总共变成几小格？
本来几大格？七大。变成后来变成几小格？三个。各切几小格？五小。总共变几小格？三个。这里几小几大格？五大。各切几小格？七小。总共几小格？三十小格。会不会了？会了啊！所以呢，注意听我讲，后来大家都切一样了，懂不懂了？懂不懂了？那我请问你了，刚刚的老大老大老大变成本来从三个大格子变成几个小格子？十五个，会不会了？会不会了？那老二呢？老二呢？本来是什么？一个大格子，现在变成七个小格子，会不会了？会不会了啦？会了啊！所以记起来，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一样多，一样多，要切一样多的格子，不能各自切。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哈，确定懂了，我要擦了，擦了，擦了，不会回来了。好，下一题，看，下一题，下一题，看题目，他说什么？宇博，请问你三分之一前面是指哪里？全部的加进去，来加叉字进去，来全部的三分之一。那以德也是全部，没有写都是指全部。好，都是指全部，就是指原本的啦。好啊，那就怪啦，那全部怎么可以分？怎么可以分三大份？会不会？会不会啦？好，来看了。好，所以分母三表示切成几大格？三大格。啊，分母四表示可以切成四大格。那怪了，怪了，同一个地方欸，一样多的东西怎么可以分三份也分四份？那统一要切几份？十二嘛啊，所以呢，注意看了，注意看了，本来分三份，也可以分四份，也可以分四份啊，因为一样的地方你要切一样大的格子，所以来看了，看喽，来怎么切？把它切四个，切四个。切四个，这里呢？切四个，这里呢？切四个，再来。直接写三就好。切三个，这里不会难画，我直接画。这里呢？啊，对，切。只要切三个。对，切三个。好，这里也切三个，这里呢？切三个。这里也切三个。哦，不准了，这里也切三个，三个会不会了？按、啊、你仔细看来看喽，重新切，重新切之后来看格怎么样了？有，你们都一样了。都画不准，好，后面准了，后面准了，会不会了？会不会了？会了哈、哦、啊，所以注意看了，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你不能各自切。听得懂了，所以你要切得更小一样啊，所以呢三要变四，要变十二啊，所以本来里面的一大格就是变成四小格，里面的一大格就变成三小格，会不会了？会不会了？啊，来开始画啦，那全部都切好之后来看了，你本来是三分之一，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再多多少？多四十八，它本来呢四分之一，而且再多五十四，看得懂看不懂？我画的乱七八糟，你看得懂？这里这么乱，你看得懂？来看，好，三分之一，一、二、三，所以他拿三分之一还没完，还要再多四十八，再来另外一个是分
拿四分之一，然后再多五十四。阿饼呢？饼是哪里？来，我请问你了，分三份变成分，所以本来里面的一大份就变成四小格。好，本来四大格变成二小格，所以呢，里面的一大格就变成三小格，会不会了？到这里会不会？会齁，确定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重新切完了。到这里会不会？会齁。那请问你，请问你甲拿了几小格？这是谁的？甲。啊，甲拿完了吗？还有多少？还有四十八哦，还有四十八哦，还有四十八。待会在哪？再来，乙呢？拿了几小格？三小格。乙拿了三小格。好，还可以再拿吗？还可以再拿，还有多少？还有五十四，还有五十四，还有五十四哦。那再来，剩的是谁的？啊，所以请问你，那这里是谁的？乱讲。这里有包含丙的。也有包含甲的，这里也包含乙的，这里。那我请问你，这里到底多少钱？这里谁的吗？啊，对对对，四十八加五十四加一九八啊，所以最后呢等于三百啊。请问你了，那到底是几格的？刚好是几个？一二三四五，五格的嘛，啊，所以一格嘞？三百除以五，所以一格刚好六十。那请问你了，那请问你了，那来我们算甲的，甲呢？来看一下甲那边的格子哪几个？几小格？不要急着写哦，四小格，我就四小格，所以呢，六十乘以四还没完，再加四十八啊，所以答案等于。二八八，再来换乙的，乙拿几小格？三小格，所以一百八，一百八，还有后面的零钱，五十四，所以加完，二三四，收工，写上。啊，所以以后你看到题目要先想到什么东西？不是，不是。不是，先找倍数前指谁？你要先找倍数前是指谁？是指谁啊？全部的是不是一样？那一样一样可以切不一样吗？不行，所以要切一样，所以要通分，所以重新切。听得懂吗？啊，所以呢，你一开始看题目要先想什么？切三份从哪里切？切四份从哪里切？那如果是同一个地方，你要什么？你要切一样，听得懂了？听得懂？听得懂啊？所以我再讲一次哦，我先讲一次哦。你要先找倍数前切三份切谁？切三份切谁？全部啊？切四份呢？也是全部啊？所以切同一个地方不能各自切，所以要切一样，会不会了？啊，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这个改十二，这个改四，什么乱讲？这个改十二，这改成三，会不会了？啊，你就可以画图了，会不会了？啊，拿走格子就画格子，拿走格子就画格子，会不会了？那剩下的全部就这里啦，会不会了？会不会了啊？所以再来呢，就是找每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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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六十六十，会不会了？那就算出来了。听得懂？听得懂哦。好，再来第十一页收工。